主料：猪大肠500克，酸菜200克，辅料：生姜、蒜头、红椒一个，食油、生抽、胡椒粉、生粉、白醋、白酒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生姜切片，红椒切片，蒜头切片，酸菜皮筋切片，大肠加生粉、白酒、白醋里里外外反复揉搓，重复几次清洗干净。大肠加清水、姜片、白酒，用高压锅压15分钟。压好的大肠稍晾后，切斜刀快备用。锅内热油，下姜片、蒜头煸香，下大肠翻炒，加少许生抽、食盐调味，将大肠对至一边，下蒜菜翻炒，蒜菜炒香后加胡椒粉调味，加红椒翻炒至断生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下酸菜之前就要放盐调味，不然酸菜一放就太咸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